波耶里露，不想娜娜长胖，但你可以快速瘦下来，试试简单站立。每个女人心中都有一个减肥梦，但是坚不坚持得下来，全看自己能不能抵挡得住各种诱惑。早起太冷，还是被窝舒服，那你就等着脂肪找上门吧。外卖太方便，美食无处不在，你忍不住下单的手，那你就忍心慢慢长胖吗？有时候波姐真的想感叹一句，不是我今天不减肥，而是外面的世界太美好，减肥什么的能迟吗？但是单换季的时间到了，你看着淘宝上各色的衣服，想要蠢蠢欲动的手没有办法点下去，支付宝的钱花不出去的时候，开始欲哭无泪。为什么减肥那么痛苦？难道没有更轻松快乐的减肥方法吗？今天波姐要给各位正在和赘肉斗智斗勇的美眉们减肥神器，瑜伽减肥吧。只要一张瑜伽垫，让你随时随地能够健身减肥，同时不同的瑜伽体式具有不同的效果，让身材有缺陷的美眉们能够达到精准瘦身，塑造完美身材的效果。还等什么？赶紧跟着波姐来练习这组站立瑜伽体式，让你站着也能够减肥，比累死人的跑步、晒死人的网球更加轻松，让你和肥肉来一次愉快的告别。日常生活中搭配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和规律的作息时间，能够提高你的减肥效率。头倒立，双手伸直，手掌支撑地面，面对着瑜伽垫成平板支撑姿势，双脚踩到，身体向后倒，身体悬空，头部顶住地面，保持身体平衡，双腿在空中自然伸展，上身垂直于地面，保持身体平衡，并进行5到10次呼吸。蝎子式，面对瑜伽垫，双手伸直撑地，呈平板支撑姿势，双脚脚尖着地，双脚踩到，使得身体离开地面，双腿向后倒，上身保持不动，感受腹部和背部弯曲的力量，保持身体平衡，双腿在空中自然伸展，保持动作并进行5到10次呼吸。倒立式，面对着瑜伽垫，双手伸直，手掌撑着，双脚蹬地，身体离开地面，身体在空中伸直，背部挺直，垂直于地面，双腿在空中自然伸展，保持身体平衡，并进行5到10次呼吸。倒立式二，正对瑜伽垫，双手撑着，呈俯趴姿势，借助双手撑的和双脚蹬地的力量，使身体离开地面，身体垂直于地面，身体在空中挺直，双腿向上并拢伸直，保持身体平衡，并进行5到10次呼吸。五王式，身体直立站在瑜伽垫上，上身挺胸，抬头收腹，左腿从后方向上抬起，同时身体稍稍向前倾斜，以保持身体平衡，双手向上越过头顶，抓住抬起的左脚脚尖，保持身体平衡，并进行5到10次呼吸。术式，身体直立，挺胸抬头，眼睛目视前方，左腿抬起，脚掌紧贴右腿大腿内侧，膝盖向外翻，双手向上伸展，双手合掌，保持心境并进行5到10次呼吸。侧斜板变式，面对瑜伽垫，双手伸直支撑地面，呈平板支撑姿势，左手抬起向后伸展，带动身体向右侧旋转，身体面对左侧，左腿向后，脚尖点地，保持身体平衡，左手向上自然伸展，保持动作并进行5到10次呼吸。一组练习下来，大家是不是感觉小肚子、大腿、手臂上的肌肉在颤抖，身体更加轻快，站立的同时也改善了驼背，身姿更加挺拔。只要大家坚持每天练习一小时瑜伽，即使管不住嘴，也能够让你吃进去的卡路里排出来，让你再也不用痛苦的减肥了。关于瘦身，波姐有话说，好身材令人眼红，减肥实在是辛苦，管不住嘴迈不开腿，肥宅一生如何挽回？跟着波姐练瑜伽，简单体式坚持练，均衡饮食，早早睡，让你蜕变成女神。今日互动话题，减肥时候自己最想吃的东西是？举个例子，波姐减肥的时候就想吃罪恶的炸鸡、
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